害啊！根据国安局的秘密调查哈，据说他这个溜溜球啊，已经可以当作武器了哈。所以现在我们元庆啊，已经是列管的人物了哈。他这个溜溜球可以当子弹一样打出去，哈哈而且控制自如哈，非常的棒。不要自残了、啊！我以为你要自残了、啊，一听我这样讲就要自残了、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这个杨元庆同学啊，这个为了今晚啊能够在国家体育场演出啊，特别啊放弃了哈、啊，本来这个礼拜他要到新加坡参加一个世界溜溜球的大赛。他特地放弃，他因为觉得来国家体育场表演更有意义啊！来，掌声热烈啊，给他鼓励一下，啊，放弃去到新加坡卫冕的机会哈、啊，特地赶来这里啊，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体育场留下一个足迹哈、啊，大哥的可怜哦。掌声鼓励，非常精彩。